你想要看起来更 fit 的话，就是除了运动之外，你的饮食也不要太咸啊。嗨，各位女生日常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。我建议大家就是要多喝一点水，让自己代谢一下，不管是闷热的情绪啊，还是身体的燥热这样。那你水分不够的时候，你那个油脂就会不平衡，所以水分的补充很重要。瘦身的方法，我觉得只要健康就好了，健康的人应该都不会胖到哪去，只有自己看自己觉得这边很肥那边很肥这样。但我建议所有女生，就是如果你想要看起来更 fit 的话，就是除了运动之外，你的饮食也不要太咸啊，然后最好是定时的睡觉，这样你就会心情好，你的身体就会跟着瘦。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啊，比如说去做指甲让你很开心，你就去做，就想想会让你放松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很紧张嘛，比如说我很喜欢一直看着我家的狗，它呆呆的样子，然后它伸懒腰我也觉得好开心。或者是你看它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跌到一个水洞嘛，水泥地的水洞，你也觉得很开心。所以有时候烦闷的时候回想一些让你觉得很舒压的，这个都会让你心情很好。今年可能机会不大，但今年希望可以把新专辑先生出来，然后演唱会应该就会跟着一起来。